这里吧，这里吧，是这里啊，这边啊。后面那一更那一盘更大，是哦，它环境更大。这个要有带我来这里探险，找不到路了，找不到路下去吗？不是，后面那一个不知道从哪边过去。哦，啊，可是看得到。空拍我看不到哎、欸。你空拍也看不到。嗯。会不会被草遮住？因为它这个就像那种九分二三一样。哦啊，这个堰塞池那个，其实可是九分二三那个还很好走啊。那个好走啊。啊，这个也蛮好走的啊。门槛比较低，应该也不好掉哦，大的应该也不好掉。这里有人撑不出来。被掉了，没事，再气死。他们现在要转战那个靶子机哦，没有那个往大坑那个松，那个叫什么？松竹跟祥顺那个桥下那里。松竹桥哦，哦，那边不是有一个拦沙坝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他们去站那一池深池。哦，那个地方哦，因为溪鱼很多啦。1.9。如果他们要攻击鱼，就是要这边不深啊，1.9米而已。1.9，还蛮平的啊。等你哦，吃鸡啊，吃鸡哦，大尾的，大尾哦，哦，无菜，我这里去倒线，倒着我，吼吼。什么东西？狗啦，一群狗哎。吼！水门顶，看戏，死不死？哇，这水很凝凉。看起来就很多人在钓。
超营养地吧。
么一线客啊？有大叶。好，大家，我是伍佰。水沟小钓胜过刚进的这个池塘。水沟小钓40分钟而已，爽度100啊！不过现在干净的溪流也不多了。那个朋友带我去那里钓，真的还不错。可惜啊，今天摇晃不佳，有机会再去试试看吧。好啊，后来转单到这个汉溪这边小拉一下啦。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